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咱就是爱要学一个调和咱的心境，使使咱有一点啊的烦恼，使使咱的心意境是恶，这个恶啊，就不断复制，不断产生。结修莲花不断的，就是啊，深一直陷落去，因为了这个心境，沿着外面的一境界，所以使人起着染着，染着，实在是啊，让咱真烦恼，看这块白布啊，你若无注意啊，去染到其他的颜色啊，想要佮伊洗洗，互伊回倒倒来白色，那就困难咯。这呢叫做深深，深入真深落去。所以啊，使人的心嘛，迄种呢，要去甲伊清除都困难。这呢，就是叫做染重。其实啊，染重呢，就是因为咱一念的心灵、心境不正啊，所以邪妄思维，那心偏邪去啦，这个妄念不断起来啦，所以咱的思维呢，真正就变成了呢一个业力的种子，所以邪妄思维是因啦，去咱。外面咱的生活的境界，水的境界呢，那心就贪；那是有水的境界，有好的境界，或者是名啊、利啊、财啊、色啊等等，这叫做水的境界。在咱凡夫啊，看财、色、名、利。这拢总是感觉讲，这是上好的人生爱要追求的目标。所以因为安尼呢，这种的境界啦，它就开始升起了染重。在染重呢，就是亲像一个缘同款，有因爱有缘嘛，在色名。利，这就是由因咱的心的一个缘呐，所以你安那该由因之外呢，咱都已经定了泡伫迄个所在，浸伫迄个所在，啊，愈浸愈深，所以啊，染着为缘呐，所以因为安尼呢，伫迄个在色名色的中间。咱内心就起着贪的境界，咱若有贪啦，不管贪财贪色，那用意啊，心呢就会做出了真多的杀业，尤其是贪色吼，尤其是吃这种的这个做真多的这个业。就是因为有这个辛苦嘛，那么在迄个恶境的中间，恶境呢，就是无顺意的环境中，就会起了真心哦，它就真就起来了。要那是的啊，非善非恶，就是讲哦，唔是伫真好诶，
也毋是名利等等迄个境界，也毋是有甚物款的刺激的境界，就是伫平时啦，无善无恶的时阵，无好无歹，这种的境界的时啦，那这当中的心呢，大部分拢是痴念，这个痴呢，就是无知嘛，无明白道理，好歹未晓去分辨。虽然无好无歹，但是迄个痴念还是伫咧。一旦有了外境界来，伊就容易互伊引起，这叫做痴。不管是啊，迄个贪、财、欲、名、利，这个境界呐现前呐，无底的心呢，啊，就去互伊引起啦。这种的痴念嘛，就那亲像讲病毒，伊都爱去附别人，都不断复制呢，这个病毒都疏散。哦，最近的病毒。每个人啊，心惶惶不安，人人自危啊！这种的病毒呢，真正是好亲像迄当初的 SARS 共款呐，互人真烦恼。咱人人啊，有一个责任，就是啊，把家己保护好以后，再来。咱爱对着遮个呢，专心伫咧探讨研究，或者是呢，走伫第一线，亲像战场的人，咱应该呢爱保护伊、尊重伊、支持伊，真正呢，咱来感恩伊。徛伫迄个第一线啦，伫咧防止啦，即种呢无形的病毒啊。咱应该知影讲，本分爱修好，好唔通有心的病毒。心的病毒就是烦恼，烦恼呢就是啊贪嗔痴开始。这贪嗔痴呢是来自于邪妄思维，这个观念思想。那有偏差去啦，那就外面的境界呢，和咱的心去染着。这种的染着呢，是深深落去，深就是浸。在迄种的烦恼中啊，和这个境界呢，安尼一直包围着，好亲像一块布弹落去迄个墨水里，安尼直直浸，直直浸，这样浸入。这种的邪妄思维侵入了咱的内心，变成了呢邪念着。那安尼呢？这个念着为缘呐，的名利地位，这种呢，凡夫以为是上水的境界，安尼呢去起贪心。那在和咱无如意的境界呢，就和咱起真心。发脾气，动作都出来。那么，在这种呢，无好无歹，平常的境界中呢，咱拢总是迄个痴心覆盖、痴念啦，就是无明白道理，这种无知啦。所以，要爱社会祥和、稳定落来，咱人人啊。爱先弃敌弃念，咱的弃念呐，弃敌呢，真念就会幸福，真念呐幸福啊，那同款呐，贪念呢就会平息。这三项拢总是内心的毛病啊，所以请注意，咱大家人爱提高境界，这个弃念呢。
本来呢，他就没有什么，无什么呢，家己的主见。那什么款的境界改印的这个主见，那会起来到底呢？啊，就不得了啦！这拢总是附托的外面的境界，这叫做气。所以，咱爱大家人啊，真正的用心嘛，消灭这份的气念，唔通讲哦，但我也无他吗？啊，我也无咧发脾气呀，安尼我都有修行啊。甲恁讲，这行呢，就是咱拢不低不降的这个气念，对啊，无善无恶，这个境界中，咱呢，定定这个气念都是不觉地呢，伫咧制造一挂烦恼，所以请大家。多用心。